给自己的定位，地地道道的女庄稼汉子，这一直给我们突破，一个又一个惊喜呀、啊！不是这嗓子，你就在田间地头垄沟练出来的？我跟你说，王哥，这边唱歌，那边别帮我扭劲儿啊！这歌都带着一股浓浓的苞米碴子味儿出来。谢谢王哥，是唱的太霸道了啊！来，第二个短片之后我们接着聊。自己在外面打拼的时候养了一条松狮叫虎子，我养了它四五年，有了特别深的感情，但是现在丢了。我来全程热恋除了找对象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找我的虎子。我处过两个对象，就因为那时候太小什么都不懂，所以就分手了。 Hello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全腿热恋，我是今天的第一位女嘉宾江小雪。只要你对我从一而终，我定跟你一辈子。我愿意跟你做一辈子理发师，包你一辈子不缺钱，带你去酒吧玩。我愿意做一辈子饭。 Pass， 你们都不要抢话。我希望找一个身高在1.75米以上，干干净净的，能赚钱的男生。我不喜欢那种弯了八七的男生，我喜欢标杯露直的男生。对于那种穿西装的，我坚决不找。